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哦。他说一个 FS， 我看到题目说第一句话 FS 和 S 慢加一被 L 减二除之后，于是会怎样？相同，对吧？哈，再来，还要说一句啊，这个 FS 和这 S 平方加二被 L 减一除下去，于是又相同，这样行不行？换句话说，老师可以知道第一个特性。来，题目说什么？你看哦。FS 和 S 慢加一除以 A 级的余是相同嘛，所以说我知道令它为零， S 用几代？二代，代下余是是几？ F2， 那令它为零， S 用几代？二代，代下余是是几？4+1，5，这两边余是会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一样，这两个除以 A 级是余是一样，所以令它为零， S 用几代？一代，代下余是是几？ F1，那令它为零 ，S 用几代？一代，代下余是四几？1+1=3，两边会一样，这样行不行？麻烦你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这边一样，好不好？麻烦你这时候把 A、B 算出来，行不行？把 S 用二代，所以4+2A+B 等于几？5。S 用一代，1+A+B 等于几？3。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麻烦你把它算出来，所以 2A+B 等于 1，A+B 等于几？ 2。所以算出来，老师可以知道 A 是几？-1，B 是几？ 3是出来了。那你观察一下题目求多少？求 2A+3B 行不行？ 2A+3B 算出来答案是几？7。OK， 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。